爱的任务大挑战 Love。 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们爱不能只有出一张嘴，要有行动。我们在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？我之前在新闻里面有看到一个婆婆，她在捷运中山站，然后她其实蛮辛苦的。爱不能光说不练，这就出发，爱的任务 Love Go。我们来了，哎，金曲奖得主，客家金曲歌王，然后还有我们家黄美珍啊，感动哦，感动。因为我们帮婆婆，希望能够让她早点下班休息，这样谢谢你们的爱心。再多100块，为了你在海市，我觉得应该有私情哎。还没解开，我不要，来得太快，师傅太快，我招架不来。耶耶，呜，谢谢你们，白色情人节快乐。时间会浪费掉哎！哇，买花，买花，有没有人买花？哇，谢谢你，耶！我卖了500块了，时间1分1秒过了。最后一枚玫瑰，我爱你，爱在头上。太阳都比赛了，他那玻璃瓶好特别。啊，不要碰水，这可以洗手，拿来洗手了嘛，对不对？可以洗手，对对。洗手可惜了，太浪费了，太浪费。我洗完后赶快回来买比较实在了。祝福你们一生一世永浴爱河。我觉得今天爱的任务到这个地方啊，应该来做个 ending， 就输赢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刚才还是要允诺了，因为有一句名言讲得很好，送人玫瑰，手留余香。这个真的很棒，你送出去，你就发现那个味道在你的手里面可以回味，是很棒的。婆婆，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没有卖得很好了。没有关系。卖花卖多久了？那卖好几年了。哎，好几年了。哦，那我觉得从婆婆以前的新闻里面，我就看到，那你是一个很乐观开朗的人，包括我们刚刚来。我不小心把花都撒在地上，然后婆婆过来的时候，她讲一句话说：“没关系，哪里跌倒就把它站起来，就把花哪里乱掉把它整理。”哪里跌倒就哪里站起来，勇敢站起来，勇敢站起来。所以，这是台湾女性的这个典范。对，我觉得不会怨天尤人。家里很辛苦而已，勇敢每天勇敢努力。赚钱养孩子，我就把这些花一掌把它埋下来。婆婆，真的，我们只是绵薄之力了。对，我们很开心可以陪你过白色情人节。对呀，真的真的。对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。你的经历很像我妈妈。对啊。妈妈也是一样。对啊。然后没有读什么书，然后跟你一样很努力在生活，然后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在这边其实为婆婆做的也是很有限啦。我们在这边，确实我们虽然来做一点小小的爱的任务，可是从婆婆的身上我们看到，人要有那种积极正面的特质。对，给我鼓励，勇敢，对，做下去。